Zico 最近发行新歌， Jennie 也参与了合作。这首歌的试听一经公开就获得歌迷们的称赞，大家纷纷表示 Jennie 独特的嗓音真的超好听。而 Zico 近日开直播与粉丝们交流， Jennie 也出现留言，而且他还想加入直播，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直失败连线不上。 Jennie 留言写下，好像不是流量的问题，欧巴我太丢脸了，下次再来找你吧，我的账号设置好像不太对，但是我也搞不太清楚，我们都一起加油吧，大家拜拜。这段超真实的可爱留言让网友们都表示真的被 Jennie 萌翻，想要加入 Zico 直播但是失败的 Jennie 真的是太可爱了，拜托 Zico 新歌发表会的时候找 Jennie 一起来表演吧，感觉他也有很多话想和粉丝们说呢。